欢迎大家光临。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尝试啊，就是今天没有什么活动，也没有国战的话，我们就简单录制一下。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就做一个简单的充值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盛典，就是这个每日充值累充给的这些东西比较好嘛。加上这里在累充的话是零点重置啊，就每天充到600就可以了，或者是充到1000，我们这个可能充到600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个500的，我们要拿。连充4天给个3弹之翼，多加10000战力。其实一开始第一个是很给力的，现在升级的话就只加13000，就比较难受。那今天我们要充500、600，那就先充一个98，之后再想办法搞一搞。就相当于是就把这些东西领一下，然后用一下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其他东西用不做不做？我们肯定要做的，但是下来再做。但直播我们就不搞了，争取让大家看到这个特别精彩的这个视频就可以了。视频我们要尽可能的少录。来领取一下，这个待会儿我们来领啊。先把这里的限购买一下。这个限购的话，小龙没有买。其实如果买的话，应该是把这个648买了，买128、328、68都买了。这个你看68送680的元宝，还送一堆东西，这个又可以达到那个累充的要求，就是非常好的东西。这个6480不太划算，但328、128差不多500块，加上刚才那个600就 OK 了。下次其实昨天可以把那个6648没问题啊。昨天买了另外一个活动哦，昨天有情人节的活动。懂了懂了懂了，情人节的活动3天吗？啊，好好好，那可以。那可以，好，328领取一个，128买一个，我们就氪金给大家看一下新的这个装备。最近有些什么新的装备，应该是也是要充好几天才好几千才有吧？对啊，龙魂，龙魂啊、哦，龙魂，日充有点多，每天都得买。那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是吧？没有太大关系，我们就活动来选就行了，自选就行了。现在我们这里面，玩的人特别少了，他们连这个80级的 BOSS 打了半天，打了10几分钟没打完就不打了，特别的惨。所以我们还是该打 BOSS 得打 BOSS 啊。啊，标空间不足了。好，这么多箱子，你刚刚全部已经取消了。我靠，那烦了呀！谢谢小龙啊，小龙非常辛苦的，一直在为我们打这些活动，打这些 BOSS， 给了好多的箱子。然后国战，可能半小时就把一些出彩的，就疯狂杀人、砍人，然后吼人名句，可能做成短视频的那种效果。我们这个就这样做比较好。像这种打开现实的也不要了，这种宝箱要玩的自己来开，对吧？自己开个爽的，我们就不给大家慢慢开了，就太耽误时间了。反正我要求。宏图一星期发3个视频差不多了，但是要特别精彩，把这个充值都干上，对吧？提一些新的要求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视频其实直播也好，视频也好，一直在变，就得要有新的东西。所以这儿也是和大家说一下，以后可能大家就看不到那么冗长的这个宏图了。如果有的人他喜欢看宏图的话，那就看的比较少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也是做一个改革吧。如果自己不改革，别人就改把我给改革掉了，对吧？老板就说妄图你不行了呀，是吧？然后我就没了，那就太惨了。好，今天充了622，刚好哎。就很 nice， 来把盛典领完。刚才不让我领，气死我了。皇家舞会这个没啥作用。好，把这些东西看完。累充1000会给紫金葫芦的碎片，但这个我已经有了。来超值累充，领取，领取，领取，提升战力，再来领取每日充值，领取，领取。这个银两还是用不完，这是有一些消费的，其实慢慢搞无所谓。同伴，随便吃吗？还是给这个加吗？给彩色的吧，先。哦，有彩色的了。对啊，我的天，彩色的青鸾我都没看到 ，nice。哎呀，这是特权卡，领取一下，1、2、3，要能一键升级就好了，先升到4级吧。能一键，但是它一键是把第一个升满才是后面。对对对，这个有点坑，所以不要搞。龙珠随便升一下，装备有个镶嵌，能加600。所以今天你看加战力加的特别的少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今天就先到这儿。反正今天是没什么活动的，我们就是只充个值。这个元宝呢，一分没有花，都留着做活动，就先到这儿了。晚上其实没有直播，今天晚上不是我们的打架，好，是吴国和魏国的争夺。先这样了，拜拜。欢迎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开服的第49天，2月18号进入游戏，赶紧和他们组个队。然后是蜀国进攻吴国，这个东西呢是晚上8点钟的国战，黄真战。今天我们打的话，看一看上周。我们不是皇帝吗？是啊，是啊，那很好哦。对，头顶的一个大皇帝，那么大一个皇帝，很可以啊。也就每天晚上打打皇真战，这个是最最最精彩的。来，我们找一找结义的兄弟们。好，接标，然后我们正式开始啊。这先让他接着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要充多少钱。充值这些还没有装备嘛？没有和服就没有装备。今天充值估计也要充个到600，但600加的不多。这个朱雀能加战力吗？加很多，几十万，几十万。但是满了以后啊，那样子。不太行，来，今天估计还是要充一个500啊，这个500要充4天的，今天明天都要充500。今天有幸运转盘啊，那今天就可以多花一下这个元宝了。今天我们可以播时间长一点了，各位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。他这个游戏就是鼓励我每天去充值，充了值之后有活动就花销一下，有点花费。连充好礼领取一下，寻宝钥匙、提破单加了不多，那个活动没有了呀，昨天那个限购没有了呀，那今天充啥呢？怎么样充到500？直接裸充吗？裸充感觉亏啊。是哈，
没了，没了，这边也没有。狐狸令牌今天倒是可以领，这个已经解锁过了，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划算的。寻宝免费抽的，抽一下。我们钥匙是有31个，那我觉得今天可以抽一次，是存的，对，存了30个，今天再抽54，直接就有一个大奖，看今天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大奖。啊，得到了青鸾的碎片，60个呀，还可以了，有个是80个，有个是60个，应该是最差的这一档是吧？嗯，好，来领取一下，一键取出。青鸾就是我们那个彩色的同伴，这可以升级了，肯定进阶，进阶一次加25000，还行。上阵上一次阵，为什么要上阵呢？他每次进阶他就会下。哦，好，羁绊激活一下。哇，他和青鸾竟然有羁绊，都有，他每个人都有羁绊。我的天，这边，那这个好强。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盖兰升级，再升一下，这个老虎不升吧？升这个，主要是他等级太高了是吧？为什么用这个橙色的？是他等级太高对吧？他进阶太高，他5阶。哦，对 对, 对, 对，前面只有1阶。也对，先把标换了吧，这换标没什么意思。这橙色的要给他升吗？要，都升到90级去升。都升吧，下面的也得升。嗯，都升，可以了。我们先来做什么？点将阁今天可以拜访一次这个曹仁。哎，跳过动画是很舒服的。寻宝这里哦，还有免费的。你取消了，它就钥匙就不用用了，它直接绑存在那里。不是，它是免费的。对啊，你免费的再取消，它就加在那里去了。免费怎么取消？点一下，这里取消啊，进来哦，就存起来了。我靠，可以把这插掉。然后这个钥匙是通用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第一、第二的这个免费，我可以存起来，有这么个技巧，牛掰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来，我们今天先出这个转盘吧。啊，其实今天充值还没充完，现在充98，这个不够，只能硬充了，各位。328走你。为了拿那500的奖励，真的是费尽心机。328之后还要再充一个98才够，那每天500也能接受。下来我多剪几个短视频看一看。98，走，我充值就是方便，可以刷脸。你就得要输密码，哎，这点不太行。好，充了524，这个600的话，难道还要再充吗？这是600，这个东西我充一下看一看，这个还要再充98。还有一个难受的是，用密码它有时候会那个限制。哦，明白了，但是你充太大了，你坑太多钱。老板充钱没事大的。好，帮我控制一手也行。宝石附带，哎，这个东西领了，那个东西怎么没有用呢？哪个？刚才那个3个橙色的，你说能加好多战力的那个啊？没有吧，司马懿，我为什么要充600？充600就是有个东西啊。我们先抽这个转盘，转盘今天主要是要消耗很多。哎，我看一下，这就是今天的呀，看一下能不能搞这个5000哦，10000元宝。但是你得充10000元宝。对，得要充1000块钱。这个东西累计消费，今天得要充一下。待会怎么搞一下啊，龙哥？我先抽奖。没活动啊。没活动只能去商城买东西了。嗯，消费可以，但是你那个充值1000充什么？先看商城，商城怎么搞？哎，我来，交给龙哥，看一下龙哥的操作。这些都得买，都得买，因为这东西好像一直不够。那是，但是我看他们都不够，他们托他们都不够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不够，我们哪是他们那个 level？ 不是，兵书典籍这个还用买吗？要。咱们不是突破一直突破不了，差的那个元宝吗？差那个铜钱，铜钱也你到时候会慢慢700万的铜钱，我靠！对啊，那个书进阶不是每次有很多很多素材吗？进阶不完的呀。后面不够，那铜钱好拿，但是那书是永远就这么一点。好，好，这些行为的可以探讨消耗。我看一下消耗，现在也没消耗完啊。你看，去寻宝，现在只有4500。好，那就去寻宝。选一次，走。好，没出好东西，应该是很接近了。这应该不需要了，我再看一下，9400，消费12000，那还差一点，还得差多少？还差3000元宝。寻一次5000啊？寻一次5000其实是可以的。我们商店没有要买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就走，再选一次。兰花剑仙到时候解锁，我们就有东西搞了，但是要等90级啊。90级其实很快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87级，对，他们再等一级，已经有90级了。牛掰，牛掰！来看一下这个战力宝吧，久违了，一直没有看到。89，90都还没有。啊，那就没开封印，他已经满了经验了。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孤傲2700万，神秘2500万，低调小马哥，姑娘，我们是排第7。好，永远第七，一些合计还是没关系。
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过乐总了。乐总我们在往上追，一直在往上追，他已经被我们追上好多战力了，慢慢的他就不行了，这很正常。但是这个人确实是个狠人，一点都不差钱的。我靠，搞定，再换标呀，大哥快点，然后转盘可以再来领取，再抽一次，抽个一万元宝。哎呀，抽了个20的这个时装币，这有啥用？屁用没有。最后他差什么？世界首领一次，咱们还没打。四十年你碰一下就行，不需要打，不需要打死，你再找一个小怪去碰一下就完事了。好，我们先去碰，也许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。好，可以了，领取，希望能抽到这个，我就不需要再充钱了，节省300块，一万元宝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你看，果然一万元宝很难中，玄武陨金，这个必须得要充300。这个必须得充300，这个活动要是和昨天活动一起来就好了，他就是就会坑人。龙哥单干嘛，开出望图，龙哥是可以单干的，就是他卡里的余额可能不够支撑他单干，其实他别的才能才华都足够的，但就这点差了一点，还差50，充68，我靠，今天充了很多，但是其实没有怎么花钱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待会儿再给1万的元宝，没地方花，应该没太大的地方花。OK， 好像没什么大活动那种。对，这个其实有。这儿来抽抽来，这一万元宝，我们现在有多少元宝？我们看一下，我看这元宝加的才29000，这就元宝一直消耗的很厉害，很快。升一升，哇，就需要这个东西，明月蜘蛛，明月蜘蛛需要7个，加15000，走，加15000，还行。升一升旗，哇，又进阶加5000，可以了。这个哇，又有那么多碎片，加完，这个不打，这个是70级的，打了没有用。我们打了没有作用的，累计充1000，我靠，这充值，咱们以后还要少上线，上线就是充值，充值就有破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，今天战力就是加了一点点，晚上等我们来打架，别着急。哦，这是12星必人石，升一下。哦，这个技能我先看一下，咱们的兵这个兵书你买的就是这个东西吗？这个残剑，但是我们不是一直缺铜币吗？铜币可以得，那东西我感觉假如以后得，哇，这个都不够了，制造应该是可以合，这个都可以合。中品的都可以合，突破加1000。我怕以后铜币够了，是前面那个不够了是吧？后面那个，后面这个应该哦，消耗的还是有点快的。嗯，后面这个东西就不够了，先。我靠！既然有这么一天，这可以直接注入吗？就全部注，注成功就好了，再注一直注可以。这就像装备哦，是一小格一小格。啊，突破这个加战力高，哦，3000。就要莽一下，还500多个，好，又加3000多，哇，加8000，这个好强。最后一个加战力高，那我们先升这个喽。嗯，我们的材料是显示在这儿，我还500个，这是消耗5个，这消耗4个，哎呀，一下全都失败了是吧？失败有可能掉3星，刚就掉回去了，加6000，走，1、2、3，哇，莽一下，懂吗？莽一下，莽一下，冲过去，哎呀，掉3星，又掉，别3、2、1，走，一鼓作气。再要摔三十几皮鞋，我赢了 ，nice。最后把这一大哥弄完，应该能加很多，14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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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皇城战开始了，皇城霸业。今天我们是首方，好，各位准备喝酒，好，进入国宴主播频道。这好多咱们神权的人，对呀、啊，打着打着，声音稍微没有啊，现在稍微等一下，不打人，稍微等一下，他刚切换频道了。好，打车子，先打他们的车，也就1000血，我们这儿。郭大佬来了没？我看一下，神秘人是来了。这郭的话好像在吧？如果郭奥没有来，我们就很难受了。好、啊，车坏了，他先打人。现在他们打这个城门就非常的难受。对，没有车的话他们打不动。对，但是吴国那边我们就管不了了，对吧？魏国，我说吴国那边，吴国你看吴国的城门。我们现在打吴国。哦，是魏国那边管不了，不用管吴国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就尽可能延长他们把门打破的这个时间。对，魏国他们那边人本来就少，打的就慢。哎呀，卡在门上了。没关系，复活再出来。一样的出不来了，卡在上面又一直卡。完了，被卡着。信仰治疗，那等那个技能好了，你跳一下，选目标跳一下。跳不了。跳一下试试。我试过了。跳。跳了呀，他跳了呀。还是被卡着，没关系，你就在这打别人吧。上次也是卡在门上了，我操。没关系，你就在这扛着。很多人都卡着，他们还有人卡里面去了，你看。那里面这个好过分啊！哎，不行，神秘人今晚会发红包，发个200，大家先等等啊，别着急。啊，现在只有等他们把门打坏了才能走了，还有20%。就近复活的话有点不舍得，我们就被神秘人锤一下吧，没关系。其他的人其实哦出来了 ，nice。他出来了，他我出来了。嗯，
这是互相卡的，因为这里所有的角色都是有那种就都是占了一个位置的，然后呢人多就卡一个卡住另外一个都在那打，然后就出不来了。同战赛下个月就开了，你什么打算？争取，哎呀，我们都三十多亿了，我们这同战赛没希望的呀。对啊，肯定不希望，只是高一点拿的东西好一点。如果我们是29亿进入同战赛的话，就还不错。我们莽一莽，莽到30几亿、36、37亿战力都有可能。猛的收一波中材料是可以的啊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游戏就聊这个游戏啊，我们先不聊走了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哪怕就只有37个人，我们也好好的打。这里尽可能的杀他们人，然后他们要去打就是珠子。对，杀杀人，挡在珠子面前，小龙。不用打人就行了。挡不住人，但是你打这些小号没啥作用，你要打就对顶着神秘人，是要神秘人打这个伤害就打你身上，对吧？不用神秘人，让他一个人打，不然他就送死，大家把小号杀一下。小号没什么作用，你不觉得吗？都是神秘人，他们什么复活呀、啊？等一下得就近复活、啊。哦，就近复活就比较远了，对吧、嗯？看你当皇帝当了老久了，也没有太久，我不介意再当一次，是吧？来来来，但是这个官府啊，可以赐给他们，慢慢来。梁佑现在打这些人就很轻松了。他们400-500战力的好像都比较菜了，毕竟我们可是700战力的，我们现在都没什么新粉丝看这游戏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古战游戏就是这样子的，会有点稍微有点无聊。其实我们一开始砍的第一个月是很有精气神的，那个血气方刚的砍得很爽，但是到了后来哎，真的不太行了。什么时候100万？哎，还是1000万吧。不是，什么时候1000万？我说错了，什么时候1000万是吧？估计还要一个月，因为我们现在等级升特别慢，没有什么新的功能解锁，都是老的功能，都是称号，都是服装，就这些东西加的贼慢，有的东西都激活过了，然后准备失手，他们魏国才打完应该是。所以我们没关系，先把这个龙珠这儿的人扛一下，现在龙珠还有32血，没关系，使劲打死他们。感谢各位的点的爱心，谢谢各位今天点爱心的朋友啊，都会获得妄图的祝福一份。神秘人和孤傲都2000万，他们才2000万吗？你不是也马上3000万了？对啊，应该3000万里啊，2700，2700，2500，对，约等于3000万了，朋友。当然和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就是他们战力的一个零头，是吧？我刚好是孤傲大佬一个战力的零头，他是为什么能比我多2000万战力？我是完全想不通的。好，龙珠失守，走，守护神龙，中间走你，走走走走。我理解了，我们还是要杀他们小号啊，因为这个小号杀的多，我们的小号能活的机会就多一些。对，我们的小号多了，能给那个神秘人什么来一个这个控制之类的，也对他有点影响的。反正把他们小号清一清吧，你看这小龙一点都不客气，一顿狂撸。小龙，这不就是你的坐骑吗？怎么变那么大？我要能做这么大小，这个龙还大一点。嗯，对，这个他的这个为什么他有龙？你把这个坐骑给他了是吧？啥东西啊？这龙拿不了啊！不是这个，你作为皇帝，你就有一个这个龙。你看，没事，还有一个龙，我面前这里有个飘着的龙。哦，那个是长的龙是吧？对，不是，我们皇帝不是有个专属的坐骑，能加7-8万战力吗？对啊，我们做的呀。那你现在穿的又不是这个龙？现在穿不了啊，因为已经过期了呀。哦，已经过期了是吧？守住以后才有。你也氪个21万，你也可以2000万。朋友，氪21万就能2000万吗？人家神秘人是1天1万，现在已经60天了，59天。他们两个都是100万嘛，都是。应该是，就是不止啊，1天1万对他们来说是少了。有时候他们拉的比较多，一天拉好多万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你以为20万能到他那样的一个强度？怎么可能？我们都充了，我们才充4万。这两个人跟你说，那个坐骑都是累充60万送的，还有一个定制称号。对的，那个定制称号我看了很有王霸之气，他们俩都有，对，非常的强。你看这里模型给了好多这个功勋啊，对，差不多，加油，现在有45人，加油各位，赶紧进游戏啊，我们打着打着会突然发一个200块，但是呢不会等到最后啊。神龙失守了，要把这个神龙夺下来，打让他走一下，走在后面再打。为什么我们要拖时间？你给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是守方，不需要让龙走到哪里去，只要守保证他在这里就行了。啊，不是，你这个要他保证这个龙在走在这儿，那对不保证的话，他杀几次以后后面血打我们打不死。对，是这个原因，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。我们要拖这个时间，让他龙少刷新几次，他龙只要复活一次，在中间复活一次，他血量就增加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得要控制住就龙的血量。这游戏真看不懂是吧？哪看不懂我就告诉你，国战那个没办法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按时准时直播斗罗。因为国战每天都有，不要因为今天的国战就耽误了斗罗的这个进度，好吧？应该没有问题。哇，直接2-500血，他是一刀就是看这个技能啊，直接打碎了人家所有的期待。500血，400，我看他这个龙哪怕是有8000血量，我们也打得死呀。如果是认真打的话，一刀，拜拜。好，我去守。好，先打，先打，边走边打。我们这个绝技它是自动使用的，对吧？
对，这个绝技以后是会被替换掉的是吧？不用啊，九十级的绝技，九十级是被动，不是？哦，那就是都可以用，被动还给他减5秒冷却，我打不死他，那可以啊，就被他们打了吗？龙，对，已经死了，我操，那9000血，确实10000血的龙打不死了，对对对，这个龙好难，绝技，把龙拉回来，拉不回来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说说，8200，强效复活。这个血，我操，一下就死了。他这个神秘人在这杀我们杀好痛啊！如果我不点这个技能，他好像不会放这个技能，就比较惨。我一块七复活一次。他不是不放，他是按顺序来，因为他放前面个技能有后摇，不会一次性放出去。好，走转。这样你再放二技能，顺便把这个人也清一下。跳，6000血。我靠，这复活好贵，还是用那个复活就比较好。哦，有可能就是位置离他有点远的话，他这个平 A 不上去。我靠，2.1块，不能用这个复活了，太贵了。1000血，900血，差了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700，来两技能，3、2、1，好，差了一点点，我们差了400血啊！如果这400血我们拿下了，我们就赢了。可惜啊，各位，感谢大家，说一句啊，还是有指挥的好是吧？其实还行，差了一点点。刚才要是更专注一点点，也许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自己，没有指挥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反正每次就会有一点问题，不能每次都这个尽善尽美嘛。很正常，好，感谢各位了收看，拜拜啦！好的，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开服的第50天，我们今天非常简单，啥也不做，就活动都不做，压标都不压，就是冲到500，然后把这个该拿到什么东西拿到就行，就是要拿这个东西啊。今天应该是冲到第3天了，你一点戏冲第三天，应该是今天第4天了，可以拿到这个，哎，拿到这个就很棒了。来，先冲一个这个周卡，能在现场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每天中午就闪现一下就结束了，非常快，所以你能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缘分啊。然后再来一个328，走你，之后再去冲一个98。可能还要再来一个60吧，我们的500就够了。但是每天这样子冲，其实没有做出足够好的节目效果，我是很受伤的。我和大家说，因为我冲这些钱，我就是为了拿一个这个视频和直播的效果，然后到时候视频有很多观看就好了。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活动也没有。但是他又要让我尬冲，我不尬冲呢，我又更亏。因为如果我不尬冲，我平常去慢慢冲，奖励还不好。好，这个也冲完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现在冲了多少钱了，冲了434，再冲66就可以了，那就只能冲一个68了。七里，我已经2年半没看你玩过斗罗了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我们天天玩，昨天还在玩，今天晚上10点钟就证明他2年半没来了。对啊，246，我们都晚上8点都在玩了。谢谢你的收看哦，今天第4天果然可以领取这个称号，然后再来领一个这个翅膀，再来领这个元宝，这个元宝还是很棒的。我会自选，等着等着，神色宝物也等等，什么什么皇家舞会等等，林乔丹吃下。好的，这里连充好礼，这还有一个198第3天领取，明天应该就有新的充值活动和奖励了。明天我们看一看会有什么东西吧。然后今天这里能生战力的先等等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领了。之后小龙，我们是不是商店里先买一轮的东西？今天有消费的东西吗？没有，就寻一下宝吧。好，寻宝的话，我觉得要寻宝还是说寻一下那个武器，就是那个宝物。因为寻宝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等90级再寻，那个寻的要厉害一些。90级是另外一个，但是他两个都得要。啊，两个都得要，那就是我们还得寻啊。43府又有一个谁？剑灵。他在43呢，马上45了。马上45，45老板就来了。各位，我们先抽一次啊。抽一个吧。好，抽两次，就是来个保底，看能不能再来个什么好的东西。他这个东西是只能用啊，是打神鞭，我们就要这个打神鞭对吧？已经有了。那我们就是要抽这个青鸾。差个山和土，你要是再弄一个山和土。那这要抽这个吗？这个抽不出来，只能换。对啊，我觉得不抽，就抽这个东西比较好。到时候用技能换三个图。对，好，好，出来一个60，哎呀，每次都抽60，这个就不太美妙。你也可以升星，但是60应该也够升星了，对吧？把这些宝石用一用 ，OK， 走，同伴，果然可以升 ，nice。线下邀请新组了，加2万战力 ，nice。不正上一个。好，不正，好了。好，加了2万战力还行，来再把这个资质培养一下，养起来啊，进阶。还有一个东西，进阶5000可以的，走，3点之翼升一级加12000，啊，加的太少了。所以那些人战力是怎么拉上去的，我就想不通。是捐献一下吧，主要用这个银两捐献。这里的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研发的吗？先学习，哇，5级到头了，这个研发不足，研发之后保底的就不够了，可惜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在研发了，没关系。国战奖励，昨天的胜利了，不是，昨天晚上8点的那个胜利了。今天晚上8点还会有一个砍瓜切菜的，到时候我们随便录制一下，也会录制的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今天好像差不多就要到头了，各位。剩下来的一些活动我们先来自己做啊。这里宿命来升一下，两下，最后一次成功，掉3星，也是可以掉4星的。好，成功了，加5000，再进阶再加9000，
欢迎回来大家，来准备好打国战，哎，把国大佬喊来啊，这样我们推得快一点。来左上角，输出量都吃起来，能打快点尽量。关注大家有没？他下一个是啥？东城守将有人在拉你吗？哎，我先去东城守将吧，你们打完我直接拉你，这打得快一点。啊，关注大家啊，关注大家打完了，来，说人江湖湖，好，还有千湖。另外路呢？我操，都开始打嘟嘟了，真快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里拖着。大佬在另外一路打，大哥在另外一路。啊！我操，郭大佬都已经打大将军王去了，谁在大将军王的？能不能拿个令？来来来，直接奔大将军王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小马哥，来来来，我们直接奔大将军王。来来，最后三千，最后三千，直接一鼓作气。他们在打嘟嘟了，我们一口气直接打完。两百，哎，直接秒，哎，轻松拿下。啊，今天录制先录制到这了。